首次在三只羊直播，录了一手绝活，直播间沸腾了。怎么？假的？谁说的？我今天想背给你们看，背一盘切芹菜，抽五张牌，是不是切？就是一张非常普通的扑克牌，看看我们能否把这一个芹菜切断。我的这个很猛啊！ Oh, 他都寻着天空的翅膀，而我终身逃离。拜拜，拜拜。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，依然存在的消息。一二三，小杨哥看到榴莲到地府恶心。 就在昨晚，大小杨哥在过冰皮榴莲时，大杨哥想给他毙了，没想到小杨哥宁死不屈，在讲解完冰皮榴莲后，小杨哥居然这样干。冰皮，你加了个榴莲果肉跟非常软糯，Q弹，最近非常火的榴莲泡泡，毕竟我们顺丰冷链发货，不涨价，80多块钱一盒，兄弟们，你们怎么厉害？哎呀，三盒，快来，四盒，你干啥？五盒，六盒。 就是要六盒上车，果肉含量大约等于4%。四元，等于你就过来叫一下，叫一个，你试一下，试一下啊！你那个边，你先看一下，不管他，你别听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听，榴莲，我真吃不了这玩意儿。干嘛？这叫奇特的，是不是？榴莲其实不好吃，是我真不吃榴莲。我觉得发麻。张嘴。走，吃完一盘糖。 张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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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
你看你笑，这人吗？我听见笑。我飞到这里来了，我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师傅，不是啊，赵一，李胖教乔妹胖哥，从此改变对你的印象。乔妹到底能被胖哥调教到什么地步？就在昨晚，大小杨哥带货港式猪手时，浩哥联合乔妹献唱一曲，大杨哥联合全场员工一起等小杨哥，在吃完猪手后，好戏才真正开始。你们昨晚那个事呢？我先吃一口，吃一口。剧本改一下，没事。我是不是改不了了？要演戏，演戏，别看我，别看我。那个，我今天讲。我我还是猪蹄正好吃的嘛。是吧？卖的卖的，是猪蹄，造孽的。好大一个！看看这么大一个猪蹄，我一碗有一袋啊，一百二十个，我们今天是89.99，五袋，就一百来上车。好吧，小妹儿，啊哈，有了你妈的哥啊，小妹儿，啊哈，有了你妈的哥啊，哎，好像唱情歌，看最美的烟火，在城市中漂泊。我的心为爱颤抖，曾经迷失风雨中。你搞什么东西？你教他唱歌干嘛？好好唱啊，大哥！别激愤，你看兄弟们，你看兄弟们讲，你看兄弟们讲，太好听了。对，耳朵怀孕了。那好不好听还要问吗，兄弟们？都在打好听，你能不能别打？我让你好好唱，你不要那么大声。我这歌声好听啊，你唱歌不是那么样的。我平时就这么唱的歌，那不好听啊。你说你的耳朵，哥你举得好听的举手。我那我举得好听的举手。这么哥，你一定是捣乱。我换个唱。你捣乱，你的脑子有问题啊？谁有问题？我别扯了，你是故意的。谁故意去讲这些玩意？好听就是好听，不好听就不好听。
咱俩真的，咱俩好好唱一下。你怎么回事？真不好听，怎么是好听？好听啊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我说的都好听啊。你怎么搞的？我也是，好听吗？我唱法一直没变过。你脑子不好听，你变了。小龙过来，你是最说最不那个，那你来说好不好听？好听，真好听。很好听，很好听啊！听的这个，就听的非常有感觉，就听的很上头。你看我听的我都要鼓掌了，我都不想再听。哎呦，你就是这样，你现在是耳朵是不是有问题？啊？你是不是耳屎的那个的？怎么可能好听呢？是好听啊，唱的很好听啊。想个记者怎么可能？就难听。来来来，我们要来，你看兄弟们讲的，来来，老弟来。你看有没有说兄弟们？你看兄弟们讲的好，你自己看的评论。陈慧，怎么让大家看你的脸？哎呀，我真的是。乔妹做梦都没想到，竟有如此害羞的男生。阿叔，你看他脸，他这样说话就这么红。紧张的吗？嗯，有点。哦，不是什么喝酒了吧？没有，那没。看身上有没有？然而就在乔妹和这位男生共同干活完加绒皮衣后，这位男生终于鼓起勇气说出脸红的原因时，本来异常开心的乔妹瞬间不淡定了。刚洗完皮衣的，当时有人说要给爷爷买，要给爸爸买。来这件衣服，兄弟们。外面的纹路呢，它是一个荔枝纹，水洗的 PU 皮，它的光泽度非常亮。你看，老板，哇，这个好，零下十多度那种下雪天不会裂的皮，里面整个全部都是用加厚的绒，这种绒特别保暖。这个零下24度哦，你看到了，同样这个位置啊，你看零上24度，这种不容易掉毛的啊。可以取掉的啊，有些很垂直。你来给爸爸绝了，我自己爸爸穿一件。奥康的兄弟们啊，7.5厘优惠天险，假一赔四啊。低人为起皮爆皮裂皮，我们保证三个月一面包皮保换。日常价249一件啊，来咱们直播间89块钱收看，挺划算的。我加了两单，加给我爸爸和我公公买回邮到常熟去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兄弟啊，今天刚来我直播间，跟他说一句话，脸刷红。我太喜欢你了。不能这么说啊，不能这么说，我直播间全是我老公啊。在刚才，在三只羊选品大厅，实况看大洋哥如何和品牌方砍价。完全真实无剧本。三、二、一，给你进阵！哈我回去上去，可难了，我单下20块，别走！我跟你说，给你进阵，直接安排。Round two， 我在你身上怎么样 ？Nice。真不行啊，再考虑一考虑啊，真的。Round three， 加一点，马上的。那要卖的话就可能卖，公司卖国产了。给，我要下午的。吓人！自己人的话呢，不骗自己人。加一块，10块啊，10块，哎，10块，没错，两箱，800都够了。好努力啊，哥，这个要做年货节，管够不？够用啊。而且还是蛋黄的，能加一点，牛。过来就对，我刚刚说了，行不行？行的话，行的话，我先去玩吧。行的话，我想问问可以。我。哦。哦。好了。哦，别急，可以吗？这个可以，可以，说的可以吗？可以。